深入人心将迎来三重唱舞台。首席将从替补成员当中挑选自己的三重唱搭档。 Oh my god， 多希望我被选上。这选择权在于我们手上。好紧张，我感觉有点不太敢直视他们呢。我还是希望这个作品还是由男高音来诠释。先把男高音都写上吧。五号王上少一，这太刺激了，紧张。你快一点。我觉得我想选。他声音太大了。哎，我现在脑子乱了，就是他唱的时候咚一下就变了，把一切都打乱，那不行。你们在选择人的时候选的让我出乎意料之外的。